宣读完快，而且呢，今天将会是最美丽的颁奖人，先颁给大家入围奖状，掌声飘屏，尖叫大声一点，三立集团总经理周笔慧，我们请总经理上台，来为我们致辞，来送上麦克风，欢迎总经理。各位合作伙伴，还有三立的同仁，大家好，大家午安。午安。首先，我们先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那大家真的很辛苦，表现很棒。大家知道呢，要入围金钟真的很不容易哦，所以我觉得真的要恭喜大家。那三立电视呢，今年总共入围了10项哦，是所有有线电视台里头入围奖项种类最多的，表示三立很愿意砸钱哦，在投入内容上哦，也制作了很多优质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要恭喜哦，这个真的很厉害，每年都入围，每年都得奖。每个晚上都带给观众朋友很多笑料的综艺大热门，双料入围，入围了最佳节目，还有主持人奖。那恭喜宪哥，还有汉典，还有露露。好，另外同样也是双向入围、双料入围的，就是带大家看遍了台湾美景，要挑战极限的《上山下海过一夜》。这个节目呢，要恭喜主持人艾美、世杰、巴蒂还有 Max。他们入围了主持人奖，那也同时入围了实境节目奖。好，那不止这些，好，我们还有这个我们这一台，恭喜彩华姐、夏荷西还有吴允威。这个电视节目是我们的新开创，它带了大家尝遍了夜市美食，然后更重要的体验了夜市的文化。那没有看过夜市摊商有这么美的跟这么帅的，他们挥汗如雨，这三个明星的摊商主持人哦，真的非常辛苦。那除了我们这一摊之外呢，还有我们暌违10年哈，今年又再度入围的哈，就是超级夜总会，超级夜总会的主持人，三位主持人又再度入围了。好，不止这些，还有跟我们合作的哈全明星辩论会，恭喜 B 库，这个节目真的非常开创。好，我们想说明星只有脑袋，很精致的时代剧，有请《山魂》入围了迷你剧集奖，制作人高瑞阳，请上台，来我们发表入围心得，欢迎高主播。谢谢。总经理，还有营运长，还有三立的各位同仁，还有各位同业以及前辈们，大家好，我是《山魂》的制作人高瑞阳。非常开心哦，因为其实这也是我第一部戏来跟三立首次合作，那很开心，首次合作就有这个好成绩，入围金钟这样子。那也期许也期望我们三魂以及在座所有入围的这个节目们都能够在金钟顺利敲钟得奖，谢谢大家。谢谢高制作，来，我跟高制作再次跟我们继续后续的管理。接下来要邀请的是这一位迷你剧集电视电影最具潜力新人奖。刚刚在介绍你的时候，总经理还特别做了效果，希望神神把我家富贵发陈昭飞从此演艺圈一飞冲天，欢迎陈昭飞。昭飞请来跟我们拍拍你的入围心情。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昭飞。然后我首先得知我自己入围了，我非常高兴，非常兴奋，激动到手抖啊！然后再来，我要谢谢汉草文创，还有我们的三立，然后也要谢谢世界柔软，还有我们的导演姜瑞智、郑大亨，还有制作人汤轩龙跟我们的张晨宇，然后。帮助过我的人，陪伴过我的人，然后也要谢谢我们饰演刘佳的演员们，因为有他们，我才能更融入进刘大发这个角色。然后我非常喜欢演戏，希望在未来能成为更好的演员。谢谢大家，谢谢他们。来，今天现场年纪最小的入围者，再次给他热情掌声，我们祝他可以顺利得奖。好的，接下来要介绍的上台发表感言的是入围综艺节目主持人奖，我们暌违10年再次入围超级夜总会，今天上台代表发言致辞是制作人珍珍，有请。顺哥说台北肯定当10年从来不吵架，他们进入大城小镇带给大家很多的关爱跟音乐，掌声恭喜超级夜总会。
三位主持人就是工作中，然后没办法来到现场，所以我这边就简单讲一下，就是这次入围心得这样子。其实说实话，超级夜总会真的是一个很难做的节目，对，不管是大太阳，或是寒流，甚至刮风下雨，我们都必须要就是全台走透透这样。那曾经主持人在台上直接说，我们是一个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主持群，对，然后我就把这句话写到了这次的，就是金钟奖的报名表，对，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报名表感动了评审？对，但是暌违10年再次入围，就是主持人曾经说过说，会不会是这个节目都没人在看，所以都没有入围？对，但这次入围，我相信是对不管是主持人或是团队，都是一个最大的肯定。对，再次谢谢大家。谢谢丹丹，请丹丹入座，跟我们前去后续的全程的观礼。接下来的这一组人是我们入围益智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我们这一摊从南到北还远征日本，两位今天代表发言，王凯华、夏和心。台湾最美的夜市文化到全世界，再给他们热情掌声。谢谢，谢谢总经理，谢谢长官们，谢谢所有我们三立的同仁们，大家好。谢谢，我真的很感动，对，因为出道到现在已经40年了，第一次入围。是非常的感动的。我记得三立开台的时候，台湾大庙口就是我第一个节目。对，那又在这里可以谢谢长官们给我机会，然后主持这么棒的一个我们这一摊，把台湾的最好的这个夜市文化呢，让更多人知道，每位摊商他们有多辛苦，他们为了养一个家庭呢，付出了多少个劳力，或者是看天吃饭，这种那个辛苦甘苦谈，那个酸甜苦辣，我们都去尝试到了。所以呢，谢谢金钟奖，然后也谢谢三立，真的肯定了我们，让我们谢谢，马立栋，没有眼泪。陈如姐说的，真的很感谢三立电视台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我觉得很多的长官这一次的录影也都有全程的参与。然后因为这个节目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我要特别感谢彩华姐跟宇威哥，就是跟我们一起做完这个节目。然后也再次感谢金钟奖让我们入围，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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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华，谢谢西西。来，我们两位再次入座，分成两次上台。首先邀请入围益智及实境节目奖《上山下海过一夜之极岛台湾》，有请我们的监制陈征昌编哥，还有我们执行制作的吴少强。大家喜欢字面的幕后工作者，恭喜他们的作品再次获得肯定。谢谢全球最美的总经理。这个全球，这是你一路以来的支持。对，让我们节目有更多为公司争取荣誉的机会。谢谢淑媛姐、梅姐一路以来给我们各项的资源跟支持，还有手把手带我们做节目。感谢我的团队，在场的所有团队，然后我的主持人，我们真的入围了，谢谢。荣耀分给三立，还有属于成就这个节目的所有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其实我想说的是说，我们节目拍了很多保育类动物，那在常态性节目来说，我们其实也算是保育类动物。谢谢公司继续的保育我们，也希望观众可以继续支持我们，谢谢。也可以懂得我们宝玉的心情，再次掌声恭喜两位。好的，
他们不仅入围了节目奖，还入围了主持人奖。接续邀请的就是益智即时性节目主持人奖入围者，准备上台，雷爱妹、黄世杰、Bobby Max， 欢迎！他们真的是上山下海，深度记录了台湾的山林大海之美。爱美平常节目中素颜，今天画得很漂亮，给他热情的掌声！恭喜 Bobby， 宝宝锦成耀，希望你们可以得奖。来，四位发表入围感言。今天我要代表我们上山下海过一夜，特别的感谢三立电视台，还有我们的高总经理淑娟姐跟梅姐，真的是我们节目已经快要五年，所以五年来一直这样的栽培跟保育我们，我们才可以继续站在这边继续的爬山，然后让所有的台湾看到就是我们的大山大海跟最美丽的风景还有人。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谢谢。大家好，我是上山下海过夜的黄世杰，很高兴我能在三立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把我所学的博物学跟生态专长发挥出来，更感谢我们的摄影团队还有我们的企划，每一次非常困难的生物，他们都可以帮我写得非常好，让我把这些生物介绍给全世界所有的人，也让大家认识台湾，更爱护台湾这块土地，谢谢。谢谢全世界最漂亮的淑娟姐，还有高总经理，全宇宙最漂亮的高总经理，对，还有全地球最美的梅姐，好不好？对，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然后感谢我们的三立的我们上山下海制作团队，我们的编歌，还有我们的舞蹈，还有我们所有的幕后的摄影团队，真的，我们一开始爬山呢。从一开始被编哥讲说是进来一个很糗的节目嘛，泡泡咖啡，走一些小山，到最后变成爬百岳了，但是这个对对对，但进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让更多的台湾人知道台湾的真的很厉害，对，我们的台湾的景点是真的是世界根本就连世界都看不到，对，有些什么圈谷地形，各种地形，你看台湾小小这块宝地，却有这么样丰富资源的生态及环境。但我觉得我们四位主持人真的是运气好啦，我们只是透过台湾这块这么棒的媒介，然后我们四位是个媒介，慢慢把这个台湾漂亮的地方给带出来。对，其实我们从一开始来录这个节目，其实就不是以什么入围作为这个目标，我们是以得奖作为目标。本人呢，最近也生孩子了，孩子也刚满月嘛，所以我希望带有这个传播精神，给他熬了这个运气，直接得奖，好不好？没有得奖的话，明年再生一个，好，对，跟我妈一样生八个，总有一天会得奖。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巴蒂。感谢大家，好，我是 Max。 其实也非常再次感谢我们高总淑娟姐跟梅姐给我们大力的支援，那对我来讲更感谢剧组能够带着我，然后在台湾之巅、台湾之滨，然后台湾最美的地方展现我的厨艺，烹调给大家，然后体验台湾各式各样不同的饮食文化跟山林美景哦。所以如果陈巴蒂的贵言啦，如果我们真的得奖的话，那就让我在玉山上办一桌哈，喜欢的都可以来，我在玉山上面煮，好不好？玉山也是可以。好，那就恭喜四位预祝得奖，希望我们都可以到玉山上面吃你们的庆功宴，好不好？谢谢，感谢感谢。好，我们请四位再次入座，跟我们再去后面还有的行程与管理。好的，接下来的这个是入围综艺节目奖，我们邀请到的是制作人上台来发表入围感言，全明星辩论会，叫我们好好说话。好，请听，欢迎比兔哥上台。大家，然后我们最爱的三立就是充满了我的回忆，对，跟我成立工作跟所有朋友非常熟。首先我们要先谢谢高总，就是真的很有 guts， 告诉我们就做就对了。谢谢淑娟姐，然后淑娟姐跟陶姐，就我知道是整个节目的状态跟发起的想法，所以让我们就是承接我能够好好的做这内容。谢谢梅姐也是非常大力的推荐我们，并且从头督导到尾，非常的好。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环境，真的很爱大家。然后我们希望这个内容能够让所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做的时候也非常感谢所有的艺人朋友们，他们非常认真的每次准备每一次的辩论的讲稿。然后我希望这一次我们能够得奖，因为我希望这个奖可以给我们所有三亿的朋友、所有的工作人员，包含我们正在导播。好，谢谢大家，谢谢评审们，入围得奖。好，接下来入围感言是入围益智即时性节目奖的
Top Dog 回家，欢迎我们的白玉树马、洪任中洪哥以及爱丽丝制作人彭文玉彭制作上台。我们是温馨的实境节目，我们在节目中不做生意，我们帮浪浪找幸福，为生命找出路。希望我们的利益可以得到大家的肯定。来，有请两位发表入围感言。高总，各位三立的这个长官们，好，谢谢大家。那这一次真的非常感谢三立。张董以及高总的支持，让我们这个节目可以在这个优秀平台上播映。那当然，我要谢谢这个老东家啊，白玉数码，那这次做这个节目，那投资了很大的心力人力啊，那希望能够做到很好的节目。那我这一次也是说，希望能够除了制作一个有娱乐性之外，啊，能够真正是帮助浪浪。那尤其我已经这个离开三立一阵子，那这是两年后踏回到这个家园。那我更能感受到这些浪浪被我们带回家的那种幸福感，所以这个是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在这个一些流浪动物的照顾上，在生命科学的意义上面，能够带给大家多一点的心思。那我难得讲这么正面的话，谢谢。那我讲很多话，可能也不要讲，他们等得奖上台的时候再讲。那我们让彭制作来跟我们发表一下。得奖是必须的。但是得奖之后能讲的话时间不够多，因为我十年前也是在三立有这个机会体验一下。那我其实在主题上面大家说我们帮助浪浪回家，其实做完之后我个人真正的心得是他们帮助了我们，因为在经历了电视制作这么久之后，从来没做过一个这个不能彩排、不能重来、没有 NG、 任何机会都没有。其实后来回想，跟我的生命一样，它跟我们生命的每一天，你没有机会重来，你只能抱持着希望继续前进。那当初就是我们六位守护者的，靠过他们的爱心，透过他们的陪伴，把他们这六只浪浪从惊惶不安、不知所措，我们一辛苦的去记录。那希望明天他们会不会互动更好一点？会的，任何生命只要互相尊重、互相关怀，都会有的。啊，非常开心，这个节目。千里马再好，也需要有伯乐，也需要有高总，也需要有梅姐，也需要我们的淑娟姐，你们三位又漂亮，又有智慧，又有才华，再包括全宇宙、全世界，才能够有这样优秀的平台播出。哇塞！啊，这是很真诚。对，其实你们看我的眼睛，就跟你们看狗狗一样，是很真诚的。那所以在那边讲那么多感谢之后，我讲最后，人脱不了五谷财粮，五谷。杂粮，那我们还是非常谢谢白玉、张董等大力支持，才让我们整个团队的这样一个艰辛的理想能够实现。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洪哥，谢谢彭制作。好，我们再请来这个节目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重要的陪伴，带着我们在入睡前有开心的心情，迎接明天有更好的活力，面对一切。入围综艺节目奖，综艺大热门，邀请制作人男人的 Amber。来，大家好，我是 Dennis。大家好，我是 Amber。首先先谢谢电视界林志玲之称的高总，宇宙最美的淑娟姐，全台湾最美的梅姐，还有我们最可爱的主持人宪哥、点点、露露。综艺大热门很硬，每天都是最晚收工，然后他们都没有人抱怨，然后。也谢谢我们的工作的伙伴，以及我留先给你讲好。好，大热门其实对我来说，这十一年以来很不容易。那我觉得我们每年都在不断的超越自己，然后在突破，在求新。那当然这一路以来，就是不会也要谢谢三立长官的支持，高总、淑娟姐、梅姐，还有三个最可爱的主持人宪哥和脸嘟嘟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千言万语，就希望今年能够一举夺金，谢谢大家。谢谢，祝福你们可以敲响金钟。好的，接下来要发表入围感言，最后一组人入围了综艺节目主持人奖，他们去年得奖，期盼他们今年连庄。所有的三位伙伴，最热情掌声，综艺大热门，欢迎宪哥、汉典。我们三位可以再回来。
我们是，我已经变电视公务员了。没错没错，每天。但刚刚哦，我看到那个彩华姐上台那一刻，其实我心里面太感动了。40年，你才入围第七次啊，这么可爱呀、啊！对，我跟你讲哦，我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回到初心。嗯，我要像你一样，就像每一次最后一次的登台。有没有掌声响起来？那一首歌，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有没有？然后就是最后一次登台，第一次登台，我们第一次最后一次登台的时候，想着第一次登台的那个初心，对，好不好？我现在回头一想啊，我们本来就应该得奖的，不管有没有得奖都一样。对，我们太清楚，我们应该要得奖。有哪台湾有哪一个摄影棚凌晨5点在彩排？凌晨5点，然后彩完了，我们上去录影。对，然后他说什么没有人 complain？ 有，我们主持群后来 complain 那一位就被换掉了。是因为我为什么被留下来？因为我从来不 complain， 所以我待到现在11年了，依然站在这里。我傻乎乎那次哦。三立已经变像我的家一样，你知道吗？为什么？本来是给我一个啊，就一个板凳这样坐而已，在休息室嘛。对啊。后来变成一个沙发，后来现在变成一个沙发床。对对对。哇，这是有阴谋的。我现在睡这个床比较习惯。是。希望把你好好的留下。有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呢，虽然台湾的电视圈呢，已经越来越感觉整个那个状况没有过去那么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一天停止我们的努力，对不对？看到你们在彩排的时候，我们两位制作人应该看得出来，他们两个有心结嘛？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有人坐坐那么开呀、啊，还要像左右两边请来、啊。然后我们的彩排，我看到你们的努力，台湾现在传统综艺就剩下综艺大热门一个。有歌有舞有演，对不对？有 game 啊，还有这些 talking， 什么都有，真是非常。我们一定要去把他们拿一座这个金钟奖回来，因为他这个 GBA 有没有 GBA 嘛？我会想到什么？你知道？想到 GABA， GABA， 它是让你人体形成天然的褪黑激素，这该不会跟你的研发有一些关系？我刚好也做了一个天之骄子，哇，太厉害了！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睡不着、睡不好的朋友，来试试看，1、2、3、4，让你不省人事；5、6、7、8，让你未婚妈妈。啊，没有这个嘛？哎，这个是加的啦，没有啦，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我们一定要为公司拿回来这个讲座，一定要。台湾没有三立该怎么办？该你有三立真好，该怎么办？该你有三立真好，但是我今年呢，我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我再也不是平常心了。对，我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入围？因为现在对我来说，入围就是一种得奖，对，它不再只是一种肯定，没错，它也不再说入围就是一种入围，错了，因为入围就是一种得奖，所以我们已经庆功宴庆了大概快要一个月了。因为入围就是第一次的得奖，我们好好，那你金钟奖得奖的时候是第二次的得奖，对，所以一定要再庆，每一次都要抱着初心，对，每一次都是我们初登场，没错，金钟奖我们来了，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哥，敲响金钟，刚刚就在聊，是安哥安安有没有讲真心话？不管在外形。是，或者在主持功力，是，你都已经取代黄子佼了。赶快走，赶快走，谢谢，赶快走，谢谢，赶快走，先留步，留步，留步，留步。对对对，好，再谢谢哥哥汉典，谢谢。聊完了入围的心得之后，我们再次热情掌声预祝他们可以连赚获奖，好不好？好，谢谢谢谢。那此刻最重要的是，全宇宙最漂亮的高明慧总经理要上台来为两位颁发入围奖状，再次掌声欢迎高总来到台上。我们请工作人员领的入围奖状，有请高总来进行入围奖状的颁赠。好，一人一份，一人一份。好，来，我们三位先来，往这个宪哥的方向再稍微移动一下。好，拍个合照。好，
来 ，OK 吗？好，来，先哥哥和点先留步哦。我们还入围了我们的综艺节目奖，所以要请 Davis 跟 Amber 也上台来接受总经理的这个入围证书的颁赠。来，好，来，那我们团队四位加上总经理来个大合照，好不好？来来来，靠上这个总经理，一起一起，没问题没问题。一边是我们非常强大的幕后团队，一边是我们非常厉害的台前主持人，希望我们的综艺大热门可以敲响金钟两项大奖，预祝我们在典礼当天可以得到你们的得奖好消息。 OK 了吗？谢谢我们，请四位入围的好朋友们先入座，请高总先留步。好，谢谢宪哥，谢谢汉典 Dennis， 还有谢谢我们的 Amber。 接下来要上台接受总经理颁证入围奖状的是我们这一摊益智体实境节目主持人奖王彩华、夏和熙，我们上台来接受高总为我们颁发的入围奖状，现场大家掌声欢迎两位入围者。来，好，彩华一份，熙熙一份，来，我们跟总经理一起拍一张大合照。好，来看向申哥这边。好 ，OK 了吗？谢谢我们两位主持人先行再入座。接下来要请上山下海过一位之击倒台湾的团队上台。来，首先我们先颁给我们的入围益智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的雷爱美黄世杰 Body Max 上台，来接受总经理为你们颁赠入围奖状。哇，来来来，恭喜。好，我们先收下总经理为你们颁赠奖状，接着要请讲这个。好，那我们两两一边站在总经理的两侧，好不好？来，我们先来拍一个主持人群跟我们总经理的合照。好，好，看向申哥的摄影机，谢谢。好好，四位主持人先留步，我们还有入围了我们的益智及实境节目奖，要邀请我们的监制编哥，还有我们的执行制作人吴少强导演上台，也来接受总经理为你们颁赠入围奖状。来，我们四位先到旁边，先稍微空出空间。好，来，我们一边三个，来来来，编哥你站到总经理的另外一边。好，看一下申哥的摄影机，谢谢大家。好 ，OK 吗？来，工作人员先引导我们的团队到台侧休息，我们总经理先留步，总经理还要继续为我们颁赠其他人员的入围的奖状。接下来上台接受总经理颁赠奖状的是全明星辩论会入围综艺节目奖，有请 P 图哥上台，我们来收下总经理为您颁发的入围奖状。恭喜。好，来，OK， 谢谢 B 图哥，谢谢。好，接续要邀请到的是入围综艺节目主持人奖超级夜总会经理有制作人珍珍，来代表我们的胖哥顺哥，还有我们小丽姐，来接受我们总经理所颁赠的入围奖状。好 ，OK， 谢谢珍珍。接续要授奖的是入围益智及实境节目奖 Top Dog 回家，要有请洪哥跟洪制作上台来接受高总为您颁发的入围奖状。来，好，两位帅哥一人一边，来，我们来跟总经理大合影。好，看向申哥，来，申哥挥个手。好，谢谢洪哥，谢谢洪制作，我们台侧先休息一下。接下来要颁发给入围迷你剧集奖的伤魂制作人高瑞瑶，高制作要有请您上台来接受我们高总为您颁证的入围奖状。好，来，我们跟高总留下合影。
上台休息。好，最后一位要上台接受总经理颁发入围奖状的是我们《神神吧我家富贵》发入围迷你剧集电视电影最具潜力新人奖，陈昭飞。哇，好，来。